Hello，Hello，Hello，可以喽。哦，好，刚不小心，我们那个网络有一点断讯。好，现在我们接着下去，好不好？要回来我们的过年前最后一档，跟大家分享那个就是不上班的一百种收入。那不上班的过年会有什么收入呢？哦，这可以跟真的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那刚我们先吃嘛，小天跟小珍吃了那个，再介绍一下，你说这个叫什么？叫什么？顶级墨西哥，熏鸡帕尼尼，自己还加个顶级，明明 menu 上面没有顶级这两个字。熏鸡帕尼尼，对啊，那吃了有什么？觉得嘞？吐司呢很脆，吐司很脆，只要烤到脆脆的，对，鸡肉入味，然后还有起司。鸡肉入味，起司也还怎么样？起司在里面，起司融化的周围的融化在里面。OK OK， 对啊，讲的我都想要咬一口，非常好吃。重口味的话可以吃这个，没有墨西哥辣椒。墨西哥辣椒不会很辣哦，不会很辣啊、嗯，所以不敢吃辣的可以接受，对不对？可以，这个可以，应该可以。对啊，那小珍呢？小珍觉得怎么样？觉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帕里尼。吃过最好吃的帕里尼，这么的嘉许跟赞赏就对了。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起司。啊、哦，所以加上起司真的有点不一样，就对了。对啊。墨西哥辣椒，还有熏鸡。对啊，欢迎大家来俄罗斯的时候可以点点看哦，就是熏鸡帕里尼，它的味道我上次吃过真的还不错啦。对啊，我跟店长是好朋友。跟店长是好朋友，人家店长都没有说跟你是好朋友。不是，所以我知道他这个应该就是不是，也是试验过很多次做法、热度，然后熟度就才弄出来的。我跟店长是好朋友吧，他如果是我。阿鲁是你好朋友 ，OK OK OK， 好，没问题。因为有很多可能熏鸡是没有味道的，然后它的熏鸡是有味道的。熏鸡是有味道的 ，OK。它不会太死咸，很香，它非常非常香。嗯，对，嗯。然后还有墨西哥辣椒。墨西哥辣椒，但是不辣。嗯、不辣 ，OK OK， 嗯。所以你们觉得这样子一百搭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180还算可以接受啦，一份，因为还有加生菜沙拉嘛。嗯。对啊，就像上次我们其实有讲说，我这样一个弄下来，其实要花很多工，其实是在那个工啊。嗯。对啊，好、哦，所以呢，某程度上呢，其实是让大家在这个过年前呢，我们可以来吃一些不同口味。那你们觉得这样一份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来，大家猜猜看，先不管人工啦，因为其实贵的是人工，好不好？对啊。先不管那个人工的部分，你们觉得光材料的部分大概会占比在多少？阿鲁先帮我们算一下。对啊，觉得这样一份大约，60块。哦，一份大约是你觉得成本大概是60块。哦，所以如果你去开一家咖啡厅的时候，你准备那个轻食，你觉得卖180的东西，这样一份餐点，然后呢成本应该我们讲成本还不含人工。的情况下，光你的材料大概会是在多少？你可以接受？嗯，觉得咧？觉得是60块，所以是1/3的概念。对，因为1/3人事。1/3人事管销那一些，然后1/3材料，然后1/3的剩下1/3，老板总是要赚嘛，是吗？对啊。对啊，就是老板的获利差不多啦，一般大概会这样做。所以你觉得这样大概60块成本？小天呢？没办法那么厉害的算到人事、欸。人事不用算，假如材料，你觉得光材料？蛋、面包、鸡肉，我觉得辣椒应该比较贵。辣椒、鸡肉跟起司。这样你都能讲。的话呢？我是全联的话，当然不是全联料啊。我觉得全联的话，可能成本至少要50块，然后再加上这边顶级一点的话，应该要80块吧。应该要80块，是不是？对，你觉得要80块才能够做得起这一份就对了。对。嗯。OK， 我们公布一下答案。那个店长觉得嘞？30出。哦，你看，控管成本控管的好，用30出头、30-40的这样的材料，其实就能够让你吃起来有这样的质感。那其实做的人就很重要啦、啊，就是你能不能做出这样的质感出来，对不对？嗯。对啊。嗯。定的货源也要够多才可以把成本压低。定的货源，基本上的咖啡店它的货源没有办法像餐厅那么多啦，没有办法大到哪里去，所以其实
还算一般般，我们讲差不多就一般般而已。所以你说要能够量大到哪里的程度，除非我们30家咖啡店一起订，50家咖啡店一起订，但那个几率太难，对啊，好不好？好，所以那个大家记得帮我们过年前一样，这一档帮我们转贴分享哦，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就是过年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阿鲁，等一下给我们一下那个过年的那个时间好不好？就是我们过年什么时候开，写一下给我。好，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公布。过年的期间可以来这边坐一坐，哦，喝杯咖啡，吃个东西，好不好？对啊。怎么样？没有，我们朋友跟我们说我们很幸福。对啊，你看，求地址看起来好好吃哦。Perry 是不是？Perry 没问题，等一下那个工作人员会帮你输入 NOC 的那个地址给你，好不好？就一定要来这边吃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很多一些值得大家来探索的。哎呦，哎呀，没问题。我们的钢铁人因为桌子的震动，这时候刚好，好了，吃到一个段落了吗？好，来，这时候呢，我们要来让小天跟小珍来试试看。刚刚讲钢铁人要让他飞起来，没问题。小珍要先来是吗？好。对啊，弄起来的话红包1000块，这样好不好？对啊。好，弄起来的话红包1000块，看我们小珍能不能够红包1000块。哎，那个子萱帮我们拍一下那个小珍认真的表情。他认真的表情，认真的表情。我们决定把这个先撤开。钢铁人的头是不是歪歪的？钢铁人头歪歪的，你不要牵拖好不好？你需要我表演再表演一次给你看吗？好，我们为了证实真的是可以弄起来的，那个 Cosmo 已经变成这方面的达人了。哎呦，哎，快要找到了。是有什么样的 feel？ 它其实在中间过程当中呢，它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四方都来的那个阻力会在那上面。哦，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它过热，就是网络上有写说，如果它过热的话，其实也会不好弄起来。但是。这就是功力，好不好？对啊，刚其实不是我们在开播之前弄而已，纵使在那个有观众的压力底下，仍然都要把它弄起来。这个就是功力的问题，好不好？代表实际上它是可以扶得起来的，好不好？可以吗？对啊，小田跟小珍要不要挑战一下？要。你们每个人只有3分钟的时间，因为观众不可能看太久。对啊，所以只有3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一定要那个计时一下，大家来猜猜看，小天或小珍，等一下，小天跟小珍到底能不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好不好？我们那个餐间来一下那个余信节目，我帮你准备好码表，3分钟，好，可以了，大家看的，他真的是在转的，哦，来，我们来试看看，来小珍，等一下，这时候呢，为什么脸它可以打开呢？它其实有一个开关。它是可以干嘛？它是可以那个发亮的，哦，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开关，好，来，我帮你压着，对啊，三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到底小珍能不能完成拿到1000块的红包？来，大家下赌注，外围下赌注，好不好？觉得可以的加一，不行的减一，好不好？对啊。是一个什么 feel？ 你会发现它中间灯会闪，就代表你大概在那个附近的灯会闪，对啊。然后呢，如果它稍微四方都有一个阻力在的时候，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轻轻放开。灯会闪，为什么没有看到灯？这里的灯会，下面的灯会闪，对啊。现在还没闪，是代表还没闪？没有，你要自己感受那个 feel。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告诉你这样子而已，对啊。时间来到50秒，只剩下两分钟，哎呦，失败！再来，3分钟，小珍到底能不能够搞定？对啊，小珍到底能不能够搞定？搞定就不能吃松饼了啊？对，搞定不能吃松饼，没有搞定就不能啊？别没有了，我们过年期间都是用嘉奖的，好不好？
哦，只要能够搞定的话，1000块红包，好不好？你看来这边上班吃吃喝喝，然后呢又可以赚奖金，去哪里找？哦，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东西很好，那我们刚开始买的时候也觉得应该可以，然后上网查了很多影片，哦，真的还不如练习。真的啊，财商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大家真的要去练习。学完的财商不去练习，其实真的那个没有办法熟练啊，哦，好不好？对啊，小珍的表情越来越严肃，微笑微笑。时间来到1分49秒，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呢？对啊，我想要测拍他的表情。对啊，嗯，所以大家感受一下那个钢铁人到底能不能在小珍手上飞起来？时间来到2分08秒。啊，加油加油加油！好，不要把我们钢铁人的面具给弄掉了。对啊，加油加油！时间正在1分1秒的跑着。对，对啊，帮你压着，帮你压着，出一根小指头帮你压着。对啊，这真的需要一点技巧啊。对啊，我也是玩了很多次。有一天呢，啊，当那时候刚买回家的时候啊，过了第一天拿回家，大概在那边试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办法成功。对啊，然后就 key mobile 就不玩了。对啊，后来也不晓得干嘛去 key recon 的，所以呢，突然有那个灵感，所以就变得很厉害。2分47秒，2分47秒，19 8 7 6 5 4 3 2。一失败，噔！太难了。对啊，太难了。换小天，换小天，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帮你重新计算，好不好？重新计算，好喽，好喽，还好，还好，还好。好。哎 ，OK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让它冷却一下，冷却一下，我们再进行。好，等一下我们再换小天好了，不然不要说它过热，好不好？对啊，是会冒烟的。不会啦，不会冒烟啦，对啊，所以啊，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呢？这时候要来插播一下哦，插播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啊，其实啊，在大概这个礼拜一，就是 ARK 的关系企业啊，除了 NOC 以外，还有那个电电租，知道吗？对啊，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家电上架到我们的电电租平台，然后就可以赚租金。上个礼拜是不是有讲到这一台？来拍一下。讲到那个咖啡机的部分，胶囊咖啡机。对啊，胶囊咖啡机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玩一下。但现在讲到钢铁了，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哈，我们的那个电电租的网站。所以呢，电电租的网站呢，为什么今天要再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呢，记者有来 NOC 这边采访哦，采访那个我们的那个电电租。过年的变数，真侪人用吸尘器涂卡噜噜的前屁溜溜。天棚甲骨头的地多棒，慢慢提上手，慢慢一直跳，用这嘛穿会着。要唔过，这台吸尘器是日本进口的，这台上万块，那是手头较闲，讲即马做嘛会使。我每次听到台语都想笑。两三边有各种电器，洗涂骹机、扫涂骹机器人，连即马正下空气清净机也当做。网站边有700几个人是提供家电出租，就是因为过年大家需要变少，都有网络平台创造一个环境，和平常会当提出来无啥用着家电用品，放伫即个平台，和大家做伙做。看起来外头啊，刚好一个礼拜就有多了零用钱，可以跟老公去吃大餐，然后我就觉得说没事就让你家的店小二们然后出去知道赚个钱回来，我就觉得很开心。平均一天大概是3-4笔，那我们最近一直在主打网站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最近的话一天可能会有到7-8笔，不一定。要不过这电器这么贵，那是有够种这价钱算上的，或者是讲照网站交易规定，家电当都要登平台交，确认状况，签线上合约，确认是这种商品，才交予租的这边。所以使用了后，若是有故障，相互责任是真清楚。这个平台嘛是打着所谓共享经济，互厝内用不着的家电会当提出去租，要用的人嘛会当省真侪费用，算是双赢啦。民视新闻台北报道。对啊，我们感谢民视新闻来，先给一个掌声。对啊，民视新闻来帮我们做采访，然后就是在 NOC 这边做采访。那一样，还没讲完，刚刚讲到钢铁人，对不对？钢铁人就是也有在出租哦，因为它是要插电的，我们还是归类为电器哈。其实呢，就是
你可以上来这边啊，搜寻很多哈、哦。那刚刚讲钢铁人，其他电器类型应该也是娱乐吧，娱乐游戏搜寻看看。打 Iron Man。哎，你看有没有？哦，我们也有把刚那个钢铁人磁浮造型装置哈、哦，基本上能够上架上来，然后给大家去出租。所以其实呢，你要跟电器有关的啊，都鼓励大家能够上来刊登出租。那因为现在呢，正在推广，那新闻报道也非常多家，就是在报道这个平台。所以呢，如果你过年期间呢，想要来玩玩，想要来租一些家电呢，玩玩其实都很不错，好不好？所以鼓励大家哦，能够借由我们讲出租家电，大家也能够赚点小外快，赚点红包哦。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尝试试用一下这些家电的话，其实你也都可以上来试用看看啊、哦。对啊，就是租别人家电，有些台贵松松有没有？Dyson V6 哦 ，V6 起码现在还是要一两万块吧，对啊，所以呢，其实你都可以用500块或700块就可以租到了。我们讲的是平日500块的意思，就是你有四天的时间，哦，然后呢，周末700块，你有三天的时间。那主要的时段是这样的，哦，我们滑一下给大家看。对啊，就是主要的，跳走了。主要的时段呢，待会呢会出现。那页一直跑不出来，对啊，他其实他等一下会滑到第二页，第二页其实哦，对啊，告诉你就是周间的时段跟周末的时段有没有？对啊，这样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网站看上看。好了，现在呢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个换小天来挑战，你有计时一样那个。电电猪大家要记得去注册哦，因为二月底之前注册跟上架的人，你可以享有两年的电猪工的。优惠，对啊，就手续费。因为我现在是电电猪的小帮手。哦，小天现在是电电猪的小帮手，所以我就帮忙打广告一下。现在已经不是，但我就是对，你就赶快叫我妈。然后我很多同事他们去吃尾牙，就会抽到电器电锅，然后对啊，有时候卖不掉，大家就会很嗨，然后拍照，然后就好像一年都用不到，那时候就可以上架到电电猪那边。对啊。不错， yeah， 好了，那我们换小天，小天来试一下，试一下。成功。对啊，计时，我们来计时一下，等等等等，我们一定要帮小天计时一下。对，直接放弃。干嘛这么？对啊。不是，其实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所以一样，各位观众朋友啊，来，三分钟计时开始。对啊，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好不好？飘飘飘什么飘？嗯。一千块红包，一千块红包，到底小天能不能够？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啊？哦，他力气很大，他会拉我。对啊，他会拉你，而且那个不好对焦了、哦，不好对焦。天哪！等下他圆中心在这吗？中心。对啊，你要自己去感受。而且那个不好对焦。啊、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他会拉你，你们赶快问他问题。对啊，时间到底一分一秒都过去了。我们三分钟到底小天？所以对焦，我想问问题。好好对焦的时候，他就会不动，是不是？不动。怎么办？看到我，我觉得好开心哦。在过年期间啊，如果租回去给那种家里的小朋友玩，应该会很刺激。对啊。只是钢铁人应该会被摔坏。哎呦，还是没有啦，不要小看他，以为他飞起来。对啊，因为灯根本没有闪闪闪。对啊，哦，时间来到1分25秒。对啊，到底小天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刚刚闪，刚刚闪，他闪了，可是他不在中心啊。对啊，对啊，所以你要去感受他。对啊，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因为你的中心可能跟我认为的中心不太一样。对啊，哦、小天快要把它拆掉了，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啊、哦，1分49秒，你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对啊，好刺激哦，好刺激哦！你剩下1分钟的时间哦。对啊，我的中心。对啊，哎、欸。一样啊，他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家电出租啊。你看，光那个钢铁人，如果平日租出给人家玩三天四天，然后赚个500块啊。如果有人要租假日，基本上你还可以赚个700块，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哦。大家请上网搜寻电电租，工作人员可以帮我贴一下电电租的网址，好不好？
让大家可以马上可以连接过去电电租，看一下有哪些电器想要出租，然后又或者是你可以干嘛？你可以把你家的闲置家电出租，好不好？真的是蛮好玩的啦，但是对啊，蛮好玩的是吗？没有弄起来就不会好玩，真的。对，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一直失败的话，很容易就放弃了。学财商的路上也是这样，对啊，如果一直没有用出来，你就会觉得啊，干嘛学这个东西？对，拉嗓没想到可以消实力。两分四十八秒，倒数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等等，没有了，好了好了 ，cosmo 再试验一次，对，我们再来试验一次，看看 cosmo 能不能够，就是让它能够飞起来，对呀、啊。今天做的创人来了，聪明来了。是吧？就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它不是胡乱的，好不好？小天跟小珍玩了半天，他还是有没有靠？刚几秒钟，十秒钟不到，有没有回家练习比较重要吧？对啊，租回家练习，你看在那个小朋友界大概就横着走。其实说真的，那不是小朋友的玩具，是大人的玩具。对啊，大概带回家，如果你能够练成功，大概你在你家族里面就是横着走，好不好？对啊，拍谁哦？那个1000块红包我自己赚的，没办法。好了，那我们还是掌声谢谢小丁跟小珍，你们有觉得这是功力好不好？那我们那个安慰奖来吃一下甜点，我们让他往前面转，来吃一下甜点好不好？好，对啊，甜点一样价格是180嘛，我记得，对啊，对180，对啊，可以试试看，我也要来一块。越飞越快，越飞越快，它不是越飞，它背上并没有是“精忠报国”四个字。这个爱心，谢谢。好了，我一样照样让他背一下那个，不要转，背一下那个 NOC 的名片，店名片，好啦 ，NOC 的店名片 ，OK， 好了，你可以继续转。哦，不是说我也要一块吗？干嘛这样？剩下给你吃。哦，不用，切。哎呦，这么细心，谢谢小天喽。对啊，我们来吃吃看，感受一下。它有点就是融化，没问题，没问题。反正对啊，冰淇淋有点融化了，没关系，我们吃吃看。好吃。里面有巧克力，对不对？是我最爱吃的，你要点这个。然后你朋友打卡，大家都很羡慕你，要点这个。对啊。通常里面是有巧克力。嗯，苦甜巧克力。哎呦，你到底怎么弄进去的、啊？就是还没有熟的松饼一放上去之后呢，它都有巧克力。巧克力要先放。因为我是店长的好朋友。我们都已经不晓得怎么接话了。小米有来。小米有来是吗？小米，你们谈完了是吗？对啊，创办人来了，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也跟大家那个讲一下，真的那个创办人，最近很红啊，因为呢到处都在讲小米，因为他就叫小米哦。小米鸡我们平台上面电电猪的平台上面也有在出租，好不好？大家也可以来租小米鸡回家用看，扫地机器人。小米姐上平视新闻也很漂亮。小米姐上平视新闻也很漂亮。对。自拍我，等一下呢？对啊，好吃到我讲不出话。巧克力不行，拍很近，拍它。哈哈，哎，真不错了。他第一次把那个巧克力融在那个松饼里面。哦，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巧克力。我刚误会了，我以为是把巧克力这样弄进去，不是，是一颗一颗的巧克力。巧克力豆。哦。那你觉得中间弄抹茶比较好吃，还是中间弄巧克力豆比较好吃？巧克力啊。巧克力比较好吃，是不是？见仁见智。哦，见仁见智，因为喜欢。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吃抹茶。我也是，我也投抹茶一票。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尝尝看啊，就是有些是加抹茶的在中间，有些加巧克力，这个是加巧克力在里面的。哦，大家来可以点点看，吃看看加巧克力在里面的，好不好？我还是觉得巧克力好吃。啊，给你，都给你。嗯。没问题，来，放着，都给你。对啊。边吃我们边聊，好不好？我帮你们煮咖啡，这时候呢，你看。有时候啊，创业这件事情啊，我们很难跟大家讲，
心中的那个五味杂陈的感觉哦，有没有？做直播老板还要起来帮那个员工煮咖啡，你看，开玩笑，开玩笑，对啊，好了，真的，我们上礼拜有推荐这一台是吗？那我们就随意喽，随意挑，因为它有不同口味啊，胶囊，胶囊里面呢，它其实有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香草。香草的口味啊，焦糖的口味啊，巧克力的口味啊，其实有很多种。好，我们就随意挑。好，我们煮第一杯，第一杯给我们的小珍，好不好？刚刚一直咳嗽，先煮一杯咖啡给你。而且我们还有奶泡机哦，今天特别带奶的哦，奶泡机，待会可以来玩一玩。对啊。阿鲁可以给我奶吗？闻不出来这是什么味道，焦糖，焦糖。焦糖。来，来帮我倒一下啊。嗯，对。来，倒那个那一条线。对啊。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呢要来帮忙弄一下那个奶泡，但是呢，在喝奶泡有没有？没有，来看一下，看一下。哦，它其实可以加奶泡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这里面来，然后开关打开，然后它就可以咚咚开始打奶泡。哦，可以拍一下，可以拍一下，里面是有那个转转转的。好，那我们给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焦糖哦。焦糖应该有闻到嘛？对啊，还蛮香的。哦，香哎。对啊。嗯。来换小天的，先喝部分，我们再来加奶泡，好不好？加牛奶的感觉。你在喝贵妇下午茶？下午吗？现在中午。下午看到。杯盘给你一下。对啊。小天说我们现在贵妇下午茶。对啊，我觉得我盘子下午茶。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老板来帮你收盘子，没问题。来来来，给我给我。这么好啊，老板拿得着。对啊对啊，帮你收一收。等等剩菜再来吃，好不好？所以一样哦，在我们的那个电电猪的网站上面，仍然可以看得到这一台，你也可以上去租一下，好不好？哎呦，满满的一杯，这什么口味的呢？闻一下，闻不出来，看起来我有点鼻塞。对啊，自己猜这是什么味道？你闻起来蛮甜的，闻起来。那喝喝看就知道了，喝喝看到底是什么。好，奶泡喝不出来。哎呦，奶泡跑出来了，奶泡跑出来了。哎呀，煮到我们都忘记了。对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看。里面满满的奶泡，有点煮过头了。所以你在家里像这样，哦，宴客的时候啊，在家里其实就可以自己打奶泡，然后自己加，对啊。嗯。OK， 好，那小珍自己加加看，看你要，但你喝太少口了，怕加下去就满出来。哇哦，奶泡感觉要用汤匙，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拿一个汤匙给大家。用汤匙。奶泡先用哪一个？叉子不行。奶泡要用挖。没有汤匙，哦，对，汤匙给我。用汤匙。来。工具吗？不会破。哦，汤匙泡。对啊。所以现在其实有时候啊，在家里啊，你都可以自己弄。只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有店里面厉害的拉花而已。对啊，奶泡很绵密耶。对啊，它那个其实蛮厉害的，而且它有不同的头哎。奶泡菜嘞。对啊，它其实有两个头，可以煮出来有不同的这个，你看不同的那个打奶泡的方式，它里面有这种零件啊，可以换。对啊，很厉害吧？对啊，你留一点给小天嘛。哦，对。看我的奶泡。好立体啊！对啊，很厉害是吧？好立体，好立体。在家也可以自己做出一杯厉害的咖啡哦。奶泡很厉害。想喝店长煮的咖啡就来 NOC。为什么你那么顺手啊？他说他是店长的好朋友啊。不是可以加奶泡吗？为什么你奶泡
因为它有加一点水在里面，你刚刚都只弄奶泡，对啊。其实我弄的蛮有棱有角的。有棱有角是吗？这样会很厉害。耶，好厉害。对啊，感觉自己这一杯咖啡顿时就那个厉害起来，而且感觉可以多卖好多钱是吗？对啊。自己 DIY。对啊，自己 DIY。好玩哦，超好玩的耶。对啊，所以其实蛮厉害的。嗯，对啊，所以虽然大部分都是我老婆在用，我第一次就是用那个冻咖啡。对啊，我比较少喝奶的东西，所以大部分都是老婆在玩。对啊，我们继续让它煮一下，可以还有打一下，还有一些奶泡可以出来。对啊，待会还可以继续加。厉害吧？厉害。所以你看，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说，其实你家里很多时候买回去了，你大概真的不会天天用它。但你不会天天用它的时候呢，这时候财商就很重要啦。你可以把你家的闲置资源能够活化，好不好？活化的话，就能够带来什么？带来被动收入。对啊。所以因为你租出去嘛，因为这中间过程当中这三天四天你又没有在做事，但是仍然可以收到收入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不错。哦，这场被动收入。对。对啊。所以其实蛮鼓励大家的，刚刚那个电电出的网站，大家可以多上去刊登一下家里的家电。给奶泡。奶泡打完了吗 ？OK OK， 奶泡打完。这个味道就很明显，但我讲不出来它是什么味道。好啦，所以煮自己的一杯咖啡，还好，等一下再煮。好喽，所以呢，在我们岁末年终之际哦，就是真的，可以把它关起来，可以把它关起来，然后等一下会煮到整个溢出来。对啊，对，这样直接关掉，按一下就好了。对。刚前面这边是不是还有摆了一些，就是我们过年款，有没有？真的来用奶泡，对，完全不想理我的感觉，对，自己都玩起来。你讲，好歹你也要帮忙我一下吧，让我这一杯看起来厉害一点啊。对啊，我忘记，我都已经端过来了。对啊，这年头，真的老板不好当啊。O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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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啦！因为我，哎呦，表面张力，厉害的表面张力，哇，真的，这样真的不输那个，对，真的店里面煮出来的，怎么这么厉害？对啊，这一杯看起来有没有这样厉害？很厉害，对啊，其实不跟你讲，这样端出来，你也会认为是店长煮的，对啊，但别误会，哦。来我们店里面喝店长煮的，你一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 feel， 好不好？对啊，这只是撑撑场面用的，画面拍起来用做直播嘛，做直播就是画面要好看嘛。好，对啊，你可以喝了。小天这一辈子第一杯咖啡，好不好？第一杯有奶泡成功的咖啡，然后这杯是就是，还不错，对啊，这杯厉害，这一杯真的厉害，对，对啊，奶泡弄得刚刚好，对啊。好啦，刚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说，来 NOC 啊，除了过年期间，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时间？阿鲁，我们有过年的时间吗？跟大家讲一下。这时候呢，又要把我们的集点卡弄出来。等一下，我们会上架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我们1月12号，下礼拜一哦，到1月18号，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公休的，好不好？对啊。公休的时间呢？这一个礼拜呢，就是想说要让我们的员工好好的去休假，有没有很贴心？很贴心。对啊，哪有人开店休一个礼拜，然后让员工去休假？几乎很少啦，对啊。但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想要能够做到，让大家能够休假的时候好好休假，然后呢，能够跟家人好好的去相聚，对。然后呢，我们开工的时间，店开工的时间，我们定在1月19号，就下礼拜一。好，那接下来就一路开到底，好不好？原本一二公休，在那个礼拜的1月19号、20号，一二就没有公休，就会一到日都有开。好，再隔一个礼拜的一二才会公休，好不好？我们做了一个调整，让员工好好的去休假，好，不用休两天，然后又回来上班，对，这种感觉很不好。过年大家就是想要有个长假，
对吧？嗯，不管是你在社会的哪个工作上面的人，其实都想要有一个好的休假，对吧？对啊，你们两个可以讲一些除了硬打的话以外吗？欸，吃那么多，吃人家的嘴，那个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好不好？好，算了，我还是自己讲啊。好了，那我们小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NOC 的几点活动，好不好？你来 NOC 有什么样的几点活动？就是，只要来这边消费呢，你就拿到一张充满咖啡豆的卡片，然后后面呢，它很不一样，像是集满了20点，只要100元，100元就一点，100元就赠一点，嗯，20点呢可以获得在北车那边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胶囊旅店，叫做木艺居，木头的木，艺术的艺，居住的居。为什么叫木艺居呢？你为什么讲一讲自己还笑出来了？木艺居胶囊旅馆，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平日的是双床房一晚免费，然后30点呢，你可以搭，哎，你可以去台中玩一趟，台中有很有名的潜水，就是可以潜水啊，然后那边有一个，就很多人潜水都去台中，台中有个室内潜水，大家那边练一练，然后拿到执照之后就去。绿岛跟海龟头共有，好，讲完台中到绿岛有点远，就是你要会潜水才可以去跟海龟共有。对不起，我们那个小天。的个性就是完全天马行空哦，大家稍微接受他一下，忍耐一下，让他讲完。博客创意旅店，博客创意旅店，对，双床房平日一晚，双人房平日一晚。博客也很厉害，有电视剧采访，有我有去，有媒体采访，你有去过？对，我去住过一次。好吧，你好幸福。对，在一中街附近，一中街附近，所以集满30点就可以去台中住博客旅店一晚。台中。尤其是差点话，好，你差。在那里呢，附近呢，听说有很多好吃的。但我确定呢，木艺。听说我们来听真人说，真人就在你旁边说了。来来来，讲一下，去那边你吃了什么？对啊，一中街那边真的蛮热闹。一中街那边有很有名的豌豆冰淇淋。豌豆冰淇淋，冰对，豌豆冰啊，红豆啊，不，红茶冰之类的，对啊。还有就很多很多小吃啦，其实就是夜市街，我觉得蛮厉害。卤味啊，卤味，对啊，对，那边还蛮热闹的。嗯，对，那边 就是，它，你饭店楼下右转之后，那边就有很多，然后早餐也有，那边有很多的早午餐。哦，对，它隔壁有一家很厉害的早餐店，叫桥桥早餐店，桥就是哪个桥？就那个桥，哪个桥？那个木字旁的那个桥。桥咖啡店，那家咖啡店蛮厉害的，因为他们老板一直在研究新的早餐，然后他早餐真的很好吃。对，他旁边那个早餐店大排长龙，或者是去吃就等很久。对，每次都客满哎。对，都蛮好吃。对啊，平日还客满哎，这是真的很夸张，假日就算了，好不好？对啊，所以一样来来来，那个子萱帮我们拍一下，拍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对啊。因为我还没讲，10点可以获得饮品一杯，对啊，你也可以及时点就来咖啡厅换一杯，好不好？随便一杯都可以吗？对啊，随便，真的。集满10点就送一杯。对啊，这样有没有很大方？有，很大方。有一句话说，凑一个肚子有三窟。你看台北吃这么多，还有我们都接不下去了。还有哪三窟？哪三窟？你说。什么？台北。台北车站市政府咖啡哦，咖啡厅的第一姑是 NOC， 想要冲去北车住一晚，第二或冲去台中，第三姑，对，没错。哦，了解了解了解，对，有时候跟上小天的 tempo 有一点挑战，你走的你飞太远了。对啊对啊对啊，我们都好了，我们谢谢小天，我们以后这档活动干脆叫做狡兔有三姑，好不好？不是，对啊，聪明的兔子。啊，聪明的啊，不能用狡兔就对了，要用聪明的兔子有三窟，对，谁懂啊？呵，还要补充吗？我会这样想冲去台中，因为每次就会来市政府这边窝在 NOC， 因为 NOC 就是没有限时间，没有限时间，真的。他说还有 WiFi， 然后很温暖，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啊，很温暖。然后店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你的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店长是大家的好朋友，对，好。
好了，那我们最后好不好？还有几分钟，刚刚有点 delay， 我们再稍微有几分钟时间，大概五到十分钟，我们最后一样，我们的扭蛋来 NOC、喝咖啡，还有扭蛋可以扭，好不好？那扭蛋呢也是一样，就是目前呢只有在 NOC 有限量款，是跟过年有关的。好，所以你过年期间有没有一月十九号礼拜一就开工？这几天如果一月十九号是初几啊？初四了，对啊。出事，怪怪的。好，那 就第四天好，过年放假第四天，怪怪的。好，第四天、第五天好，大家可以回到台北的情况下呢，可以来这边坐一坐，喝个咖啡，好不好？最后休假两天啦，好，我们仍然有开店，所以邀请你。对啊，初一、初二、初三就让工作人员好好去放假，包含除夕夜。或是明天、后天就来扭蛋，因为对，明天、后天要扭一个开心的回家。扭蛋一颗才60块，60块，然后小资像我小资女，就是一次扭很多颗，然后可以送给很多人，然后大家觉得哇，你这个礼物超特别的，你好有品味哦，这应该很贵吧？我就跟大家讲，然后哇，好特别的字哦，然后这个材料是环保的。Anyway， 六日明天要来，然后呢就是扭很多颗送别人，送在吗？我会，因为我其实这个扭很多，我会预备好啊。我可以来找你玩吗？大家来可以来找你玩。好了，以后我们专门开一天叫小天游在的那一天，对啊，然后告诉大家我们会在粉丝页上公告，可以来找小天聊天哈，对啊，找小天聊天，保证让你每天都很开心，好不好？扭蛋，因为送朋友就是对啊，有创意，就是买不起，就是怕送错，那送有意思，有文创。对啊，这种真的你过年过节的送人家一个财字，有没有？送人家一个喜字，谁拿到都开心，好不好？才60块。说真的，你不讲，人家还不晓得这60块。然后都是有限量版的手机架，手机架好不好？就是可以这样架着，想爽，很厉害吧？爽不爽？爽，好，这都不是重点。我们还前几天还请那个老板啊，老板帮我们出了一个最新款，现在一样只有 NOC 有，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准备好零钱了没？准备好零钱了，准备好了，对，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对啊。来看看到底今年跟狗年有关的，跟狗年有关的那个子萱帮我们拍一下，跟狗年有关的狗年旺旺运，它有非旺不可，狗太明安，特地赶工，狗狗失火，对啊，开花结果，我想要抽到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哪一方面的开花结果是感情？开花结果是感情吗？不是的，我好想要知道小天的感情关系哦，是感情吗？对啊，小天到底现在是单身吗？哦，一直是个问号。对啊，永远都不公布，好不好？好，那看看小天，没有，马上打开，立马，到底是什么？有够赚，有够赚哦，有狗赚，这是我很喜欢的黄色。对啊，有狗赚，哇，好可爱。它真的就是三个字，你把它打开了，太可爱了。对啊，哦，而且你知道，超级炫的，才60块。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那个 Michael 把它弄，朋友都会觉得很厉害，你的礼物超厉害。Michael， 我那时候说真的可以把这三个字弄在同一个里面呢、啊，他说可以，超厉害的。而且字很少，其实比较好看，也没有不好看，就是怎么讲，各有利弊啦，各有利弊啦，其实蛮可爱的，你看蛮可爱的，好不好？好适合当手机吊饰哦，因为很长。手机吊饰。或是耳环算耳环Michael 我们下次出耳环版，然后给小天那样挂在耳朵上面，有狗赚，对，好，换小真，换小真，看他们2018年的运势是什么。好啦，超酷，对啊，到底是什么？现场打开。所以2018年会赚很多吗？非什么？非忘不可。哦、非忘不可。哎呦，看来你2018年真的要忘了。对啊，非忘不可。非忘不可啊。对啊。哎呦，很专业哦。来，网红那个拍照模式。好，我们回座位，可以了吗？这样。这样算开心嘛？哦，对啊，开心，五价各五量。对，对啊，每个礼拜都可以抽一个很厉害的。对啊，那还可以抽几个送我朋友。对啊，超开心的。而且一个其实，真的晚来就没有了，因为都是限量版，也就是说，因为过年这一档期间，所以我们大概
上下啦，上面就是这个哦，可以抽到一个字的这个财，很够力，因为它很厚实。对啊，很厚实。然后呢，就会是这样子，可以放在桌上，也可以当吊饰，哦。对啊，吊了一个财字，这是新年过年版，农历过年版。然后这个是2018年跟我们的生肖有关的哦，非旺不可。对啊，跟旺旺跟狗有关的哦，有狗赚，有狗赚。对啊。所以都是限量版的，大概都只有30颗左右吧。所以先奶的先扭啊，扭完就没有了，好不好？对啊，好，一样记得帮我们转贴分享啊，转贴分享，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NOC 这边有商机可以串接，然后又有财商可以学，然后呢又有好喝的咖啡，然后呢又有好吃的点心，又或者好吃的轻食，然后呢来这边又可以找小天小真，不会在，好不好？小天小真有机会呢，可以跟他们预约，来跟他们找他们聊天。然后呢，店长是大家的好朋友啊，这句话我们记下来了，等一下 po 到粉丝页上面。店长是大家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可以来找店长喝杯咖啡，好不好？然后呢，来这边又可以交交朋友。我们正在筹划那个圆梦天使。啊，什么是圆梦天使呢？就是未来呢，在 NOC 呢，你只要进来这边，进来一杯低消的饮料就可以了，一杯就可以了。对啊，就是大概是在120到160左右吧，我们饮料大概120到160左右的咖啡饮品都可以，你只要点一杯咖啡就可以找圆梦天使聊一聊天， maybe 小天跟小真都会成为圆梦天使，我们这边会有很多ARK 有很多的圆梦天使会来排班，然后在 NOC 驻点，然后会依照他们每个人不同的那个天赋才华比如说你们有什么天赋才华讲不出来，好 ，OK， 就是我们很多会员都有很多他们的天赋才华，然后呢，比如说有室内设计师啊，然后有想要有包租公啊，然后又者有财务自由的人啊，然后又或者是他在哪个领域里面可能是亲密关系领域里面非常的有经验啊，交过20的男朋友的啊之类的，不是那一种啊，是他很有经验在感情关系上面的协助，那这方面也可以。好，没问题，我还是可以讲下去。好，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就是在年后呢，规划这一档圆梦天使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期盼大家能够一起来咖啡厅走一走，然后呢，点一杯咖啡，找圆梦天使聊一聊，好不好？嗯，大家可以点台。点台，对啦，其实点台。点台就是我要点。点一号台、二号台、三号台。对。对。就每一台。而且我们不开放预约，真的是就只有现场排队而已。对啊，所以我们会事先公告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就 NOC 的粉丝页上面，以及 ARK 的粉丝页上面，告诉大家就是有圆梦天使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然后期盼大家都能够来这边交交朋友，然后呢找有经验的人聊一聊，然后陪你聊聊梦想，然后协助你在2018年大家都可能能够圆梦，好不好？没错。对啊，然后一样都可以有果赚。然后都可以非旺不可，好不好？都可以有财有喜，好不好？对啊，好啦，我们掌声谢谢今天的主角钢铁人。对啊，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年后见，拜拜。那有狗钻的字好可爱。